说什么游戏？LOL 啊！来啦，给你们个机会啦！不要说，不要说我欺负你们啦！干那我还不，我还不如去看 EBO 呢。好什么啦？跟你打简直浪，跟你打 LOL 简直浪费生命。你再讲一次啊！那跟你打，跟你打过，我们是他妈像白痴一样。我不否认啊。笑还笑。什么案例？但我发现我一天大概只有两场够是比较正常一点。没有，你都没有。到底是谁？我说比较正常，好吧，比较起来。那我过那两场之后，反应比较慢哦。是。这是谁？这是观众吗？难怪你要退役。哦，有一个串武的，啊、哦，串武当狗打。可以可以，打起来打起来。啊，我玩比你好了。战舞当狗打啦，没有再给你害怕的啦。也有爱你。等等，谁输谁是狗？好，等等，谁输谁是狗？没有问题。放屁！一丝心碎到老，前方尽头有限，有限实现你的梦想。难道这样是你的梦想？有什么把我点成狗啊，臭智障！嘿嘿嘿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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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等一下，谁输谁是小狗，不准耍赖哦！谁输谁是小狗？噔噔噔噔。规则就是100。还是会每天在你手下班，为你学会洗衣煮饭，任由你使唤，两个人生活可以很简单。又回到一天牵着手的公园，其实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夕阳下多陶醉，开不了口，规则不用我讲吧。从来不说 no， 狗头也没用。你跟谁来单兵？我在跟观众单兵，他们一直呛我单兵很烂，我现在要把他打成狗。还压我 CS 是不是啊？钻五而已，钻五小龟钻五很强吗？操！
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怎么冰鸟那么难吃冰啊？被干成狗哎、欸！啊靠杯啊！完啦！我怎么点到那个啊？太狗干了吧！交往后怎么个性截然不同，我已经很努力尊重友善包容，你讯息不收电话不通整天打电动，你话不早就一个借口，你还敢说我真的不想追，对我敷衍，我操，我的走位六六，我走位好六，赢了，真的赢了 GG， 到友善包容哎、欸、看了吗，这样算赢哦，七七七七起来，人是七起来，你被定爆、哦？没有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摸了你了。来，我跟你单一场啊！我是钻五面包，抠脸，好烂！钻五下去，再来，还有没有人挑战的？你们是打什么单兵？单就是那个啊，中路啊，中路正规单兵啊，是一百杀，一百一百一百那个 CS、那個。哦，你们在打 low，、哦、我以为在打 CS，、欸、打 low 啦。然后你要跟我当兵是赚五直接死去，那不要闹，那不要闹，你不敢啦，浪费时间，超熟啦，讲的那个人现在可以去那个线上填单，直接填单买分了，哈哈，赚五，中主播很气，对啊，你一等点 W 的冰鸟都会打输哎、欸，林北真的两等点 W 的冰鸟都能打输哎、欸，林北真的无言，还赚五哎、欸。干，你跟我说这个分数不是买的，别胡乱了好不好？还有没有要挑战我啦？邓主播挑战他啦，邓主播上次也被我臭歪了好不好？揍你老母啦，你选个垃圾直接被我打跟狗一样，还被我揍歪。上线，我才不浪费时间，我要开 ED 哦。好吧，真的有道理，跟他打一定赢，有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我从来不跟洛基打比赛，洛基较量，因为赢了一点好处都没有，输了被嘴一辈子。真的，像刚刚讲的非常好，像刚刚愚蠢的战舞就是这样啊，他跟你这傻逼单挑啊，然后你看输的赢了也没什么好处，输了要被嘴一辈子。我以前我跟我朋友单挑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是这样想，我要是真的输到一次，然后打到精英之后，干他妈他没说嘴一辈子，我随便你。对啊，你说妈的，那龟狗精英曾经打输我，被我打爆过。雷太上线了，精英又怎样？还不是被我打爆过，垃圾。真的、啊，可是真的被嘴一辈子。打赢这铜牌一也没什么好处，对。对啊，你这个臭铜牌，干嘛下？我电雷太给你们看，好啊，来啊，干嘛想单挑是不是？把你虐成狗。刚开，好爽！我可以边玩魔力宝贝边用你，好爽。中路单挑啊！我也从来不跟低端单挑，真是傻逼。你要玩谁？我让你随便你玩啦、啊，我随便玩一个中路。那我就玩凯特琳中路，把你点成猪肉就好了。好、哦，你玩。我来秀一下上人。
跳屁呀、啊！没玩到结束，按错了，拍谁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干他妈的，要单挑他妈又给我跳，是这样？按到结束，怕是不是？就是卡住、嗯。好，开始，开始，按错，按错。本来就是一勇，就像刚刚那傻逼，不小心吃到塔，然后输给这傻逼，不小心吃到塔，然后不小心吃到小兵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他你回去看了、啊。是哦，刚刚有跟你单挑、哦。刚刚那个人本来是赢的好不好，他本来知道他两下他输了。然后你看一下那个像那个撞舞傻逼，对，你看现在被他说嘴一辈子。我不会啊，我不会说。谁跟你撞舞啊？那你但是我不会说嘴小号、啊。那是那个他们会输掉。啊，我这个两季没玩的，我这两他说的撞舞可以打爆你。他说的撞舞傻逼不是假的。不要吵啊！垃圾雷太烂的要命，像坨屎。妈，你之前没有电过，你还敢讲？那之前没有电过，你那天冒凯像坨屎啊！你看我可以嘴啊，冒凯像坨屎，人也像坨屎，矮的像坨屎，好可怜，声音也像坨屎，你看是不是可以嘴啊？我刚刚还有漏洞在那一段，我也是没有电过，我不知道啊。但那一场我有记录下来啊，咦？要讲 VOD 也可以，没有我就随便玩哦，我拿来测角色，随便玩，对，输了都随便玩，赢了都屌虐，不是我一个人玩，龟龙，龟龙。你是在嘴，你是在嘴雷泰，还是在嘴屎啊？我怎么觉得你一直在嘴屎啊？可以放尊重吗？啊、他本来就是像坨屎，本来就是一坨屎啊，一坨屎。为什么带进化？你就是一坨屎。有没有看过食神？你就是一坨屎。有没有接带进化？因为我怕被他晕到，我以为他会带会晕我的脚，因为我刚刚完结，结果他是个傻逼。看你带你接带进化，真的是心理解蛋哦。你不在点燃，你怎么一套把它干成狗？不用，它是雷泰。你干嘛？你直接回家了，不用理他了、啊，直接回家了、啊。感觉没点燃，要怎么杀他、啊？你别在那无言。哦，这个哦，这个幻姐漂亮哦，打得好哎、欸。因为我还。那个傻逼喝水，那个傻逼喝水，你直接回家。他要喝水啊！他妈的被动，那个被动不是50趴以下会多扣血吗？真的假的？干你连自己的被动是什么？我的被动是什么？不用，你的被动是一坨屎。为什么不带点燃呢、啊？这是水兵啊！哎呀，我打雷，我真的很痛哎、欸！打雷泰不用带点燃啊！真的以为我铜牌啊，雷泰。真的啊，输了随便玩，赢的屌虐精英，说的真的好。不要去点哦，雷泰，操你妈！我有点你是不是？光是看你的对线就知道你输定了。不会，他一开始本来就压我，好不好？一个他是一开始压你，你就用 Q 士兵就好了，你根本不用往前，好不好？等到你有 W E Q 的时候，你再揍他。哇，进化我的那个，滑回去了。等一下，没闪现点来了。漂亮，你这进化带的漂亮哎、欸，这个傻逼。还想回家是不是？他不知道回家。没关系。我感觉我不回家打得赢雷泰、欸。铜牌杰森，加油，铜牌杰森！我看你是没兵吃。在压三小啊！我要回家了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他没点蓝，没闪了。我知道啊。可以。太没魔了，加油！不行，我要被玩死了。